觉得春天在花市里面的感受蛮明显的，是所有的花它会开始变短变小，然后花的种类变得很丰富，然后姿态很纤细。那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，它是因为春天就是冬末春初的时候啊，它的茎长得非常的软跟细，是因为光线很不稳定，很忽明忽暗，所以它的茎需要够软去跟随着阳光。那春天也因为就是一个百花绽放的季节，你会很容易从花的开的速度或者是种类非常多去感受到，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。我觉得粉红色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颜色，就是刚开始的话啊，冷冷的，就有点像皮肤，对啊，就是刺骨，你受伤的伤口长出来的新皮肤。而愈合白就是春天的一个特色，对啊，我觉得春天是愈合的时候，就是复苏疗愈，说像现在你们刚搬家，然后像这样子的白色是两个人都喜欢的，还是就是慢慢磨？那大部分都是他决定，我只、就是，他就是搬进来，对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弄乱一个角落，我还是对我自己的 place 有一些想法，我觉得很难真的去好好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如果你能回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你又限缩了生活的可能性。那其实某定程度上，我们只想要用一个我们当下愿意的方式生活。那我觉得，其实它就跟你说你十年之后在干嘛有点像，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你现在讲出来的大部分99%都是骗人，对吧？但是事实就是，我们永远都会对我们要怎么活的方式有新的认知跟新的期待，那你只要一直想办法去贴近你当时的认知跟期待，我觉得就是最好生活的状态。所以我没办法给出你一个，好像这样就是一个好生活，或那样就是一个好生活。